是黑榜，我看到 forever。原来我很快乐，只是不愿承认。我非常享受你刚刚的表演，我看到 forever。赛者一开口，就让第一集飞行导师周汤豪赞赏，一样是飞行导师的陶晶莹也为这位陶醉。最渺小的他进副歌什么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，加上他那个老鼠的面罩，然后再加上他的笑容跟缺一颗牙齿，你会不被他打动吗？歌唱节目来到第二季，萧敬腾和林宥嘉继续担任评审。我很喜欢你的天赋，我觉得你是天分极高的一个选手，让星光前辈桃子姐看到两人成长相当感动。当初选秀的时候都是很懵懂嘛，那个时候都是还没有进社会，林宥嘉也当爸爸了，老萧呢这个也事业有成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蜕变就是越来越成熟，然后越懂得面对。而这回歌唱节目参赛者更是还有来自各地参赛者，是来自马来西亚 ASTRO 的 Ivy Lee 李艾薇，来自圣卢西亚，香港的杨碧琪，萨迪哈谢拉迪亚哈。一同角逐，一同蜕变，在林宥嘉和萧敬腾的带领之下，又能擦出什么火花？观众拭目以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